问你们，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现在我吃东西的样子，你们会想到哪个成语啊？嘿嘿，我想到了成语津津有味。津是唾液口水的意思，当我们见到喜爱的东西时，是不是会忍不住流下口水呀？既然津是口水的意思，那两个津字结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津津可不是指两滴口水，其实它表示兴趣浓厚的样子哦。而有味则很好理解，它是有滋味的意思。当我们对某件事物的兴趣特别浓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成语津津有味来形容哦。我想到了一个意思和津津有味相近的成语，津津乐道。你们也发现了吧，这两个成语都有津津两字。前面我们说过，津津表示兴趣浓厚，而津津乐道中的乐道是喜欢谈论的意思。津津乐道是指很有兴趣的说个不停。告诉你们哦，津津乐道只能形容谈论这件事情本身，而成语津津有味不仅可以用来形容谈论，它还可以形容看、听、吃、习惯等等呢。比如我们可以说，他正津津有味地在看新买的故事书。但如果把句子中的津津有味换成津津乐道，那是错误的，因为津津乐道不能用来形容看书哦。说完近义词，我们再来看看津津有味的反义词有哪些吧。可不少哦，比如形容枯燥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成语索然无味，和兴味索然都是它的反义词，还有会同嚼蜡等也是它的反义词哦。嗨，我又忘记成语津津有味用的是哪个津了啊。原来津津有味的津字是天津的津呀。那我可以通过天津市来记忆成语津津有味中的津字哦。说到天津市这个地方呀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爱吃的麻花。哈哈，你们看，这个去天津旅游的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麻花呢。不错，相信以后只要想起这个去天津旅游的人，我就能记住津津有味的津是天津市的津啦。这个地方的麻花非常好吃呢，这个来旅游的人正吃得有滋有味。没错呢，形容趣味很浓或很有滋味，我们可以用成语津津有味哦。怎么样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小小的成语可难不倒我。小朋友们想像我一样厉害，会读会认会用还会记成语吗？那就快跟着我一起来学成语吧。